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Simon 西门啊。年前的这个大表20来万捕捉率，终于是售出了。虽然卖是卖给一个同行啊，但是也全金的这个捕捉率啊，卖是卖给一个同行。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你们总是只要这表卖出去，然后就一大堆就一直去问呢？没卖的时候，可能一个多月都无人问津这样子呢？哎。那这个是天津的一个同行，叫我送到一个广州的同行，让他的同行朋友验一下。那现在是送过去广州这边的同行。我们说一下这个赌桌率啊，赌桌率它其实这一款它是有一个黑面的，有时候这一款如果它没有一个白吊牌的话，是需要去查码，查一下它这个牌面有没有换过的。当然这个同行也是去查了码，这只表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我们收回来的时候也是有表友的购买凭证啊，还有一些盈余的报告，各方面自己也看了一下，所以我们就相信了表友，没有去查码。因为如果插这盘的话，可能差好几万的钱的啊。但是也是相信表友，然后他昨天同行那边已经查完码了，然后就OK 了，这表没问题，今天送过去，然后验一下就 OK 了。那我们现在就出发。那现在在同行这店里了，他验也验得很快，可能就花个一两分钟就验完了，然后坐在这里喝杯咖啡。等一下那个同行打完钱，然后我就可以走了。其实本来不用那么麻烦的，本来同行之间贸易就直接就是纸款的大多数东西啊，但是可能这个同行就相对谨慎一点。那现在我们就回去工作室，然后拿两只表过去数一天了。等会看一下是哪两只表，给大家看一下。那刚好说一个题外话，因为前两天表友找我订了一只全新的板带可乐，那现在是月头嘛，月头的话他那个货就相对紧张，本来是打算帮他压那个资金，压大概是3到4天就可以了，但是专柜那边迟迟都没有出一个出柜的时间，因为他要求是当天卡嘛，十几万的资金要压1个多星期呢，那资金压力就高了很多了，差不多翻倍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收定金也是很弹性的，不一定说一下子，有时候收少有时候收多的看压那个资金的时间是多久的包括有一些相对比较着急的表友，因为你们买东西都想越快越好嘛，所以有时候你们着急的话也可以选择一些近期。那么当天卡跟近期卡的区别是有什么的？其实它区别不大的，当天卡其实可能就是未来卡可能明天出柜后天出柜这样子那近期卡的话它是已经出柜了，可能是前天大前天或者一个月前十几天前，但是它两只表的价值呢是差不多的，相差不远的可能就几百块的事情所以你们如果着急的话也可以尽量找一些近期卡，区别不大的。那很多表友呢他会问这个流程怎么走的定新表，那首先你要确定好表款，确定好交易方式然后定金是必须要打的，打完定金之后呢，我是全款帮你把这表拿回来的，定回来通常历时就是3到4天，只要他专柜能当天出柜，或者你求一些近期卡的话也是有现货直接就发过来，然后之后你要走老徐的话，老徐就出个鉴定报告，然后你结尾款老徐担保发货给你。如果你要走劳服的话，那我就预约劳服然后跟你面交，或者你来我店里直接拿也是可以的。那反正定金跟我全款定表这是不变的如果你说还想再优惠的话，你也可以舒缓西门的一个资金压力，你全款给我，相信我，全款给我，然后我帮你把表订回来，我就挣个搬砖费，这个也是可以的另外说如果置换的话又是另一种说法，置换的话你首先要把表寄到我这边，寄到我这边之后呢，我就验好这表跟你说好是什么价格没有问题了，然后就是抵多少钱。另外订那只表的话就是再结一下尾款就好了，跟刚刚那流程是一样的。那我要送去徐步天的也是一只重量级的全金黑天行，然后这是胶带款来的，然后这一个是静心的2022年5月份的，现在是24万多的二级市场二手，然后这一只是橄榄绿五珠链36的，这一只是一个全新的昨天卡，现在售价是7多点的这绿面五珠链狗牙圈日志的经典元素都在这了。那给大家欣赏一下自阳光下这两只表的一个效果，
还是金光闪闪的，虽然膜也包住了，因为它成色是很新，这一个是一个全新的啊，这种绿是橄榄绿啊，相对绿水鬼的那种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今天送的那个赌桌绿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现在就出发去徐步天了啊，那现在到徐步天这里了，然后现在就叫工作人员出来拿这两只表，然后这边是我们两个的东西。西门今天带的这一只是一个雨博，这一只是一个单表的，公价好像十几万的，那现在单表大概是7万块左右。那两只表就送进徐步天那边做鉴定报告了。那西门跟大家算个数，就好像今天早上的那个赌桌率啊，广州同行的28万多，然后去到下午今天行24万多，再加上个橄榄绿7万多，然后再加前两天的那个可乐就13万多，再加上一个无力黑也是昨天定的，然后今天也要给钱的，7万多，那个是7万多，那加起来差不多50万60万的一个流水，你们觉得西门能挣多少呢？那一天的流水就50-60万了啊，但是其实这么多只表出来的话，挣的利润可能都不及你们的1/10啊，每只表可能就3%-2%，差不多这样子，就利润很低的。但是我的资金压力却很高，有时候订一只表回来，可能利息都挣不回来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一个订表流程，还有一个定金的收取是必须要有的。那么这一期说的就是一个表贩子一天的流水，有可能高达300万，也有可能50-60万，他能挣到多少呢？你们有数可算的。其实那现在是下午2-3点，那还有一些客户来店里看表，那么我就赶回去了。那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然后你们想看什么表款随时联系西门啊，然后咨询什么行情私信我就好了啊。这里是西门，好嘞，goodbye。